今天呢，大家看到我穿的这个运动装，而且就是接近全素颜的状态。没错，我今天就是要来运动。而且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复古风吗？像是穿搭就要很复古啊。然后另外连那个很久很久之前的八点档台湾龙卷风的那个 Gamane 都被翻出来。我决定呢，把大家抓回回忆的洪流。我今天呢，就是要来跳我们童年里的记忆。健康操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个听讲 Lucy 是从郑文东那一段，我相信这应该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吧。因为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其他健康操，如果你跳过其他的健康操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因为我也想要知道现在小朋友到底都跳什么，又或者是在我们的前一辈的人到底都是跳怎么样的健康操，我自己个人还蛮好奇的，所以欢迎大家跟我分享。那不瞒各位说，我当年是站在最前面然后代操的那个人，所以 Lucy 的那个顺口溜呢，我到现在还是一个倒背如流的状态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回忆的洪流，开始了。身体健康，精神好，规律运动不可少，没事常做健身操，全身运动功效好。喂，同学，规礼拜的运动作业来安排，要听我就讲给你知。Come on baby， 当作来，我叫一三五，我叫二四六，实在真厉害，大家当作来。
喘很多。很累，因为颜面尽失的一个代操。教育第一阶段，好累哦。一年级健身操教。哇，我才跳一次，然后他一次才6分钟，汗可以流成这样，发生什么事？体力大不如前。嗯，这对我来说真是太 easy 了。就除了带大家复古一下之外呢，其实今天我也要记录我的第一件运动呢。好啦，我觉得这其实还蛮夸张的，因为大家知道我其实是个还蛮常运动的人。不过我之前不管是打球啊，或是跳舞，我穿的都是一般的内衣。然后我是最近呢看到一些报道，然后我才震惊的发现，我真的需要一些运动内衣。那话又说回来，我刚才到底看到什么报道，让我痛定思痛，居然要穿运动内衣呢？那个报道他就在讲说，就是女生的胸部其实是没有肌肉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因为过度的运动或是晃动导致它受损的话呢，这个伤害是不可恢复的。所以我就觉得超可怕，就是你的胸部如果什么外扩或下垂，它是再也救不回来。另外，他还提出了一些数字上的数据，他就说，如果女生跑1600米的话，你的胸部也跟着跑了300多米。然后这件事就让我觉得很可怕。虽然我觉得我的胸部是没有大到会造成什么剧烈的晃动，不过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呢，我就从那天开始有很深的阴影。然后就觉得每次运动如果没有穿运动内衣的话，我就会觉得哦，我分分钟都在回我的胸。所以其实运动内衣其实是有它的机能性的，它不只是要穿好看，但是其实呢，我本人也会挑很好看的款式，因为你如果穿了自己喜欢的衣服，你运动起来心情也会比较好。所以我个人也是蛮注重款式的。不过呢，运动内衣它有一些非常震惊的机能特色，像是它可以给你的胸部更好的支撑啊，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吸汗跟排汗会比较好。就像我平常穿的那种一般的内衣，所以它就会把所有的汗吸起来，然后整个很像笼罩你的胸脏，然后就觉得很闷。然后其实运动呢，已经本来就懒得运动了，然后如果因为一些外力的因素导致你运动的时候是不舒服的话，你又会更不想运动。
所以我觉得排汗啊，跟好好的支撑你的胸部这两点，是运动内衣它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实质的一些优点。那另外当然我自己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诱因啊，像是你如果穿了觉得好看，心情就会比较好嘛。像我之前曾经运动的时候就乱穿，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啦算啦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不专业，然后我动作做不确实，我也觉得 whatever， 可是穿了这个之后就觉得哇，自己好像很专业一样，所以就是要努力达到那种专业的标准。而且第二个呢，因为运动内衣就是比较紧嘛，它比较显身材，所以我这里并不是要教大家就穿去秀身材。如果你身材很好的话，那当然是很好啦，但是我自己的目的是要就是能够更清楚的检视自己的身材。像你穿了这个之后，你就会发就是半截嘛，你就会发现哦自己肥肉很多啊，要不然就是蝴蝶袖啊，坠啊坠啊坠啊，然后你就会更有动力去减肥或是运动，因为你就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就觉得是需要运动了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一些不成文的诱因。但当然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运动，而且冬天要到了，大家不要以为冬天就可以吃很多东西囤积脂肪，没有，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想法，就是呢冬天大家都在增肥嘛，但如果这时候你在减肥的话，那你减的就是两倍哦，因为别人变胖但是你变瘦。好啦，最后还是要来分享一下我的新衣服，不止好看，而且机能性也很强哦。像是裤子，其实裤子是比较难做一些设计的变化，通常呢大同小异，但我很喜欢它裤子上面腰的部分有反折加厚，这样就不会看到内裤痕。另外这条黑色的是它腰这边有做一些小修饰，感觉视觉效果看起来比较翘臀哦。上衣的设计也就比较多样了，我就选择这款斜肩的。当然我这个心机鬼是看上了它网布的地方可以帮忙折副乳，而且斜肩看起来很时尚。另外这款我是被它的配色跟美背烧到，它的上身的布料比较厚实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会积凸，尤其是它有两层布，所以流汗的时候汗水不会透过去，而且内外两层的布料是不一样的，它采用的是机能布料，超级速干。我来做一个小小测验，大家可以看到水超快就干掉，但是反过来正面还是干的，不会很尴尬的看到湿掉的部分，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。我觉得最夸张的是我用手压，然后它居然也不会透过来，我也不知道水跑去哪里，也不知道是哪来的神奇魔法，但反正流汗的时候不会黏糊糊的就好。那也感谢 Sports Pro 非常的未卜先知的刚好为我寄来了运动套装。